boy. My head. Your name is Bill Pope. You're an intelligence officer of the CIA.最顶尖的 CIA 探员身心意外，政府为了破案，不得已将他和重罪犯换脑两个记忆同时存在。They stuck your husband in my head. Why? I'm looking for details that he knew before he was killed.此事莱恩·雷诺斯最新作品要跟神力女超人盖尔·加朵在戏里谈恋爱，巧的是这部电影简直是英雄片卡斯大集合。Can you feel what Billy felt? He loves you so much.凯文·科斯纳过去在《超人》《钢铁英雄》饰演超人的养父，还有杰米·里琼斯也在《美国队长》演上校。另外，盖瑞·欧德曼也是蝙蝠侠系列中的高登局长。超强卡斯要跟其他电影来拼场。包括真人动画电影《与森林共舞》，还有法国片《死期大公开》，则是一部从上帝角度看世界的喜剧片。另外还有张学友、林嘉欣主演的《暗色天堂》，徐伟宁、王伯杰的《失控谎言》，多元类型电影抢在《美国队长三》前一周一同上映，希望能抢到票房。TVBS 新闻，王金伦、沈景阳报道。